再次掌声，谢谢自己茄子。那苗真每个月都会有一个节目，叫做铁花特调。那明天是我们的铁花特调，那将会有一些台东的在地的乐手，很专业的乐手老师，然后会来做即兴的演出，用他们最擅长的乐器。那明天也会邀请到自己茄子一起加入这个即兴演出的行列，所以明天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想要再次听到他，可以明天晚上一样8点的时候来到铁花村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欢迎的是一个弟弟，那他今天会带他的家人一起上台唱歌，他叫南子祥，掌声欢迎他。现实压得我快喘不过气，我想唱白。
为准备离家的妈妈。然后突然她唱了一开口唱，我就觉得啊，真的小孩子长大离开妈妈，心里有一点点酸。不过很高兴她鼓起勇气今天来唱歌。然后今天要带来一首陈建年的《野城感觉》。然后那陈建年呢，刚好是我们这次绽放在台东的铁花的其中一位讲师，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我们的这个活动，所以我今天带来这首他的歌，谢谢。是我儿子啦。都很紧张，我也是。真感觉。
谢谢。其实完全没有彩排的，就这样子，鼓起自己的勇气上来唱歌。好，那最后一首歌呢？那就是我们就是我的孩子们一起唱。那我没有生那么多啦，那个比较高的那个是那个妹妹的小孩了。我没有生四个，我就生三个。这个中乐透的，这个大姐哥哥，然后这个是表哥。好，那我们在最后一首，再来一首，就是我们都是。我们是卑南族的，然后我们是纳瓦部落，所以最后一首歌，我们带来一首，《青年之歌》，然后它是卑南族语的族语歌曲，谢谢。大家